打个招呼。我们要去纽约了。我刚要问小姐，请问你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享受夜生活。到啦，我们终于下飞机了。这个司机不是，不是司机，是个机长。这个司机是个机长，真的太猛了。然后骑车可猛，刹车也巨猛，也刚刚哐哐落地的，都没给一个 case 完。我感觉我的耳膜真的要炸裂了，我的天哪，太可怕了。但是，New York， 我们来啦。我们现在在最后一刻赶上了地铁，刚刚差点坐不了地铁。然后我们现在去 MoMA 去看我的星月夜，看星空。对，星空。谁的这边？不是你的，都是我的。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买了一个我看看。感觉我今天赚到了。MoMA 的门票，它是随机出的背面的画，然后今天竟然是《千与千寻》耶！这是我的票，我的，我交的钱，都是我的。当，你这是《千与千寻》是我最喜欢的宫崎骏的动画片了。啊，好可爱啊！我的猫也好。感觉这一天有一个让人非常开心的开头。手再往下点，拖一下，再坐下一点，哎，好，拖住你的星空，有近景。哎呀，你这脸比星空还大呢。来，看一眼星空。我们刚刚从 MoMA 出来，真的是个特别棒的 gallery， 特别棒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Chelsea Market 吃龙虾，龙虾大龙虾。等一下买了给你们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看到街边小吃车，然后有卖糖炒栗子。举个例子来，给大家举个例子。有卖炒栗子，然后我就特别想吃，因为它很大，然后都开口了，看起来特别诱人。我好久没有吃栗子，我想买。然后我拿了一包之后，人家说5刀。然后这位在那个钱包里翻了半天钱，我只有100的，我只有100美刀，没有 change。然后人家就只 accept cash， 然后我就只能。把那个栗子再还回去，然后人家看我太可怜了，就给了一个，给了我一街边乞讨要栗子的这位大姐，哎，这位老妹儿，哎，笑死我了！你看这里面那个 market， 我好喜欢，哇哦！还有花店呢。闻到了百合香味啊！我们要来吃 lobster 了，还带了大龙虾，全景特写啊！好，我们开动吗？那个黑的应该是吧，不要说这么恶心好吗？脑浆子还行，给它解剖了，大卸八块，但是它的头应该没有东西，好多油啊，好多虾油啊，爪子呢？哇哦哇哦哇哦，好棒哦，哇哦，你最喜欢的，不用抠，直接有肉，哇，看起来很嫩哎，清蒸的，哎，很棒，开始吧，开动。我终于到了 Another Stories。
鲜艳了。因为你老了，不能再穿黑白灰了。但我是老死了。也不能这么说哈，也不能这么说。你要试衣服吗？直播试衣间，来来来。你买了啥呀？小裙子。买了小裙子啊？小裙子。萌萌哒吗？看你的少女少女心。没有买到我的豹纹。豹纹裙子。我们现在在等公交车，然后要去吃晚饭了。订了一家俄罗斯餐厅，但是因为订的比较晚了，所以当时只有10点的 time slot， 所以我们现在提前去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位置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不吃了，我们就走。我们到吃饭的地方了，这是一家俄罗斯餐厅。这是 homemade 的烤的东西，烤的小面包，里面有馅儿，牛肉和蔬菜的。这是我们的浓汤，俄罗斯浓汤，有牛肉、洋葱，味道很好。什么？这个据说有三文鱼，就是有腌黄瓜。salmon， 然后这是腌黄瓜，这个看起来像一个蛋饼。小饼应该卷着吃的，我觉得可能是。我觉得也是。有根大葱，你可以把大葱吃了，小姐姐。刚刚咬了一口。我们可以开动哦，开动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小姐姐呢过生日。我们小姐姐18岁了，哎呀。16啊，已经很不要脸了，还往小了说。我小姐姐00后呢，对吧？你看我一眼，小姐姐。录你呢，00后，16了啊。不要脸，好，这是一块拿破仑蛋糕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拿破仑蛋糕这么实在，这么丰满，这么大块。嘿，你也不理我啊，像个小傻子。没事，不管你了。第二天啦，早上好，我们现在在一家法国餐厅吃他的 brunch， 因为今天可能没有来，就不会有时间吃午饭，因为下午要看剧，然后早上去大都会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吃一个 brunch， 多吃一点，一直撑到下午6-7点才可以吃晚饭。嗯，这是他们招牌的牛角包跟另外两个包，我也不知道叫啥，看起来很棒啊。看起来很结实哦。对，咱们就要吃干货今天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吃完 brunch 了，飞向大都会博物馆啦。我们走在第5大道上，再走2个街口就到了，基本上2个 block。小姐姐说一句话呀，冷，
小姐姐说冷，她不想把手拿出来录，我就录了。小姐姐，你看看镜头呀，哇，阳光好棒啊！今天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拍照好好看。哎，这个光拍照好好看，我都发光了。光好棒哇！我也发光了吗？哦，那我们拍个照吧。好不好？我把手拿出来吧。啊，小姐姐又可以把手拿出来了，因为小姐姐觉得阳光好，可以拍照了呢。我是不是等一下？好，我们拍照吧，拜拜，大都会博物馆见喽。哇塞，这个阳光好。啊，我们到了大都会博物馆了，看得到吗？哎，仰视一下，哎，就是外面还是很有气势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进去喽，拜拜，再见。Sleep No More 的，然后现在在排，等一下进去，然后手机就被没收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拍任何视频了，所以看完之后见喽。哇，看完剧我们已经饿疯了，这个面一向显现不出来它的大，这个面跟我脸比我脸还大，怎么显？来，请让对比一下，来看，看一下啊、哦，能比？你看我的手放在这里，能比？能比他脸还大的，这是一盆面，不是一碗面，真的超级大一盆面，真的哇，超级大，超级大。这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 ？Video。这个就是一堆海鲜，然后上面应该是一个半生的鸡蛋吧？啊，送了一碗汤，面条汤。对，送了一个这个。这好少，还是我这个巨大。给我一堆沙西米。多好多好。沙西米是那个啥 ？iPhone 3。开动了，开始。声音，我们现在在 Brooklyn Bridge 这边。哇，这个不错。对，来到了布鲁克林区，它就是它的一个 bridge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找一个绝佳的拍照的地方。对，小红书看多了，真的是。感觉一到这边来就温度就明显下降了许多，跟在 Long Island 的不太一样。是因为今天冷，真的冷。对，真的挺冷的。但我现在还沉浸在昨天，被小哥哥壁咚的兴奋的喜悦里。哎呀，这辈子第一次，因为我昨天刚看了，然后我就有幸被全场最帅的帅哥玩。他在酒吧那边，在吧台那边，然后他在喝酒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拉着一个女生的手，把她拉到了一个舞台这边，然后请她坐下，然后这个小哥哥就去台上。这首音乐响起，就给他唱首歌，他又回到了那个吧台那里，然后他回去之后他就哭了，然后哭了他就拿纸巾擦眼泪，然后就向我伸出了手，然后我就然后他就拿着我的手，然后给他自己擦眼泪，他真的有哭，是真的有泪水，然后擦完了之后就拉着我的手走向了，就是那边有一个三个电话亭那样的地方，然后就把我拉进去，然后就壁咚，就把我摁在墙上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摁在墙上，因为我不知道干什么嘛，他就把我拉进去，然后就把我摁在墙上，然后那个帘子一拉，你知道吗？就把我们两个包裹起来，然后就这样离得特别近，然后就把你的面具轻轻的这样摘掉，我一点也不羡慕，就这样摘掉嘛，然后就饱含泪水的那样一直这么近的看着你，知道吗？然后完了。然后这样趴在你的耳边跟你说什么 last night， 我当时真的我太激动了，我没有听清他跟我说了什么，但我后来在网上查攻略，说大概类似是说 last night I dreamed about you， 就类似于这种话，就在我耳边轻声说，然后说完了之后，就我都能感受他的胡子蹭在我的脸上，对，他是有个小胡子，对，然后就大概就亲了一下这个脸颊这里，
然后完了又把我的面具给我戴上。真的，我已经是一颗柠檬了，我酸了。我当时，然后为了配合他的表演，然后他泪眼汪汪的看着我，我也饱含深情的看着他。你不行，你也要出眼泪啊！三二一，其实我很。我的三天纽约之行终于要圆满结束了。我们的时间还是太短了，感觉还有很多想去的地方没有去，想逛的店没有逛，想吃的东西没有吃。但是因为它离多伦多很近嘛，所以我之后应该会常来。然后这两天纽约天气还是蛮给力的，前两天都是晴天，然后今天早上是阴天。但是由于我们去了 Brooklyn， 然后我觉得那里跟阴天特别配，所以今天的阴天我可以接受。你要干嘛？接受。我想出镜，我想红。对，然后，对，我们三天的行程就要这样结束了，然后明天就要回去上班了。布鲁克林大桥有好多妖艳贱货在拍照，好多好多好多，根本抢不上，全是人，全是人。OK， 那我们就这样了。希望我们的纽约之行会给你们有一点 inspiration。纽约真的是一个蛮不错，值得一定要来的地方。好吃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喽，拜拜！记得帮我们点赞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